有强大的力量，对不对？众人的祝福更是强大的力量，祝福是一种力量，那众人的祝福呢，更是一个强大的力量。所以呢，现在呢，所有的好朋友呢，我们可以不可以呈现是一个 L 型的，是一个 L 型的，你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那个，可以到前面来，可以到前面来，可以到第一排，对对对对对。工作人员帮我们引导一下好不好？在后面，比较在后面的人，可以到前面来一点。对，工作人员帮我们引导一下。好，等一下我的麦克风会递到你们的手上，你们千万不要推来推去的，对不对？好，我们的那个摄影师呢，可能要帮我们摄影。还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可以用那个大堂的摄影机帮我们摄影。等一下我们贵宾所有的祝福的话呢，我们要把它收录起来。好好，每一个人呢，我希望鼓励每一个人都可以对新人来说一些些话。那其他呢，在后面活动的工作人员请不要说话，可能退到后面一点。那我们请贵宾呢进到前面一点来。那这样子啊，你的热情会感染我们的新人，你的祝福呢就会到达他们的前面。那现在呢，我们先准备了一小支的短片，是我们教会为新人准备祝福的话，所以要请他们两个呢往后转。看一下我们的荧幕，好，我们请轻松关灯，然后我们看一下。不，我先提醒一下，今天那个餐盒啊，那是没有防腐剂的，哦，很新鲜的，手工做的，所以你们回去要马上把它吃掉。现在就可以吃啊，现在就可以吃。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支短片。大声一点。好，人最浪漫的不是三个字，不是我爱你哦，而是和你在一起。最浪漫的故事没有结局，而是开始。爱是会在瞬间，但承诺却在永恒里。好，我们教会很会搞笑啊，所以你看到很多爱搞笑的人。祝福你们在耶稣里一生幸福，耶！拥抱，帅，一个美，祝你们新婚愉快，耶！祝新婚快乐，恭喜你们！
用牧一奉我遗嘱的名来祝福你们，这个在未来的婚姻里面蒙神赐福，为神做见证，也为你们的婚姻向人做见证。要幸福哦。用牧一奉很开心你们要结婚的，一定要幸福哦。好，用牧我要跟你读一节圣经啊。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祝福你们，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啊，有上帝的爱，一生一世的，与你们同在。恭喜你！我要祝福你们在婚姻的里面，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会知道有一个主。做你们生命里面永远的主，也陪伴你们共度美好的一生。永远充满在你的婚姻里面，要幸福哦！耶！用牧一奉，恭喜你们今天结婚，这是你们大喜的日子，这只是开始，你们还会继续进入神丰盛的恩典在婚姻里面的预备。婚姻是从神来的，这是神的祝福，那你们会一步一步的同心的走，愿上帝祝福你们每一步路都有恩典。昨天你是过主去，好，短片到这里，这是我们教会给幽牧一凤的祝福。那现在要请幽牧一凤呢转过来，那我们现场呢有一个什么给他的祝福，好不好？那我的麦克风呢会传下去，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你们都是他的朋友嘛，对不对？都是他的好朋友。那祝福呢是一个力量，众人的祝福呢是一个强大的力量。真的很多，其实人就是要靠着话语，靠着祝福呢，好像过日子，好像呢有那个意义，有那个价值，有那个力量，有那个力气出来。那现场呢，我们现在呢有准备点心，大家都拿到了吗？那如果你需要水的话呢，你就举个手，我们可以请同工，我们可以请招待同工，有杯水。如果没拿到点心的也请举手，可以在现场吃。那我们现在就把麦克风传递下去，我们就跟现场的来宾有互动。那现场的来宾可以给我们呢新人呢分别有一段祝福的话，谁要先开始？谁要先开始？这里这里这里，这样好。好，幽牧一凤，愿神的爱与你们同在，让这个爱能够继续的发挥它的光彩，让我们众人都能够看到它的里面的见证那耶稣活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也能彰显耶稣的一个祝福你们。谢谢你。那第二位，第二位来这里。石大哥，怡凤姐，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你，好漂亮哦！我要祝福你们。我在卡片上也有写，就是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要为幽牧大哥找一个漂亮的配偶，所以就是怡凤姐。祝福你们，天天永浴爱河。谢谢。谢谢。哇，好，再过来是幽牧一凤，有神的爱啊。祝福你们的百年好合。谢谢谢谢范大哥，谢谢。
可以直接说。游牧老弟还有怡凤新娘子，在这边感恩主哈，缔造了一个最棒、最新的新郎跟新娘，让我们发觉到我们身心障碍、残障、脊椎损伤的人哈，我们在这个时候感觉得到，不要灰心，像我也没有老婆，我要跟幽默老弟多学学。是。那我这边跟老母，跟幽默老弟啊，劝就是勉励一句话。以前他在高中时代的时候就叫进了中正预校，那个时候我们提倡的是孝训亲爱精神，我希望他能够把亲爱精神这个精神哦，一直升华到他自己的老婆，升华到他最爱的人，啊，我相信讲这个他一定懂这个道理。谢谢。他一直都很秉持着这个军校很不错的这样的精神，哦，永远不要间断。那祝福你们永浴爱河。谢谢。太棒了。这样，谢谢你的祝福。好，再过来下一位，在现场，在现场。这边有，先这边先。幽默哈，怡凤哈，真的很高兴，这个，真的今天看到两位能够结婚结成连理哈，非常高兴，替你们高兴哈。那我想这个，幽默终于找到一位哈，这个很合适、很合适的一个人哈。那祝你们两位这个以后都是哈，这个相敬如宾，然后快乐过一生哈，谢谢，好，谢谢你们。大志哥换你了啊，你要加油啊。幽默，哎，怡凤，林总，谢谢。看到你们两位，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惊讶，有点惊讶，一男一中了，没有到一男一，不，一北一中了，那我想，上帝所赐的其实就是又丰盛又美好。所以当我们在做很多的服务性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开始一定没有想到说我能够有什么，所以上帝就给你又那么丰盛又那么美好的那么好的这个礼物。我想这个礼物对于幽默也好，或者对怡凤也好，你们都是很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礼物。那它就是你手心上的一个宝，你也是它心头上的一块肉。那夫妻两个我想在一起，尤其脊椎损伤的夫妻啊当在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一些个困难，或者有很多的一些个障碍。但是我想突破这个困难，突破这个障碍，就只有一个字，那个字就是爱。那个爱呢，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相爱，但是更多的是上帝对你们的爱。那我想这个爱不要自私的只把它放在你们两个中间而已，那个爱其实是可以再让更多人去感受到。谢谢。那我想脊椎损伤的夫妻其实现在统计起来可能全台湾，大概几十对而已啊，并不是很多啊，所以你们也算是名列前茅啊。那当然说如果愿意哈，为增加所谓的那个上帝所赐的产业，也就是子女的话，我想现在应该还来得及了，好，那愿上帝祝福在你们当中啊！谢谢，谢谢。好棒，感谢你的祝福。下一位，下一位。对对对对，林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是是是是，对，林董的太太也是跟怡凤一样，也是坐轮椅的。对，那个幽默怡凤。哇，看到你们结婚，我真的很开心，而且我好久好久没有参加脊椎损伤的婚礼，很感动。以后的路上呢，我觉得，相恋容易相处难。嗯，幽默要好好爱怡凤啊。是，谢谢，祝福你们，谢谢。好，下一位，谢谢你的分享，老爸老妈。祝你们新婚快乐，永浴爱河，谢谢，谢谢，谢谢，宝弟，谢谢。这是你干儿子啊？我干儿子。是。好，下一位，下一位。照过来，照过来。对对。
老大，大嫂，脊椎城当中第一位老大就是我们师庸木，我第一个称老大就是他，他就是我心目中永远老大，他教会我什么叫做容忍，什么叫做礼让，不然我这一颗鞭炮喷出去就不知道回来了。老大要快乐哦，大嫂要幸福哦。谢谢谢谢，记下记下记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的祝福，一路相挺啊。是下一位，好，也是同样一个方向。哎，师哥哥，哎，好，一凤，换你们吗？对啊，对啊，不是啊，换我们祝福，还祝福你开开心心，幸福美满，耶、yeah ！加油，加油！啊，谢谢你的祝福，简短有力。好，下一位，下一位，现场的来宾。市长，温爸，像大嫂，来宾，哎，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真的看着你们婚礼，我真的眼泪都掉下来。愿赐丰盛的神，然后的恩典满满的，与你们这个新家庭同在。哈利路亚，阿门。谢谢，谢谢，啊，祝福，谢谢你，谢谢你的祝福。我们请下一位，站好。哦，好。啊，幽木，啊，一凤，今天是爱的开始，也是责任的延续。那我从高雄呢，把爱河带上来，让你们荣誉、啊。哇，所以说爱河荣誉，祝福你们，谢谢。谢谢我们总会的理事长，联合会的理事长。哇，幽木一凤，我的接班人了、啊、我未来秘书长。接班人。祝福你们永浴爱河，一生一世，恩恩爱爱，永远幸福。OK， 哇，好棒、哦！我要接温秘书长的位置了。哦，是是，谢谢你，谢谢你的祝福。基隆理事长，哎，吴大哥，幽默以后，非常高兴呢，能够来加，来参加这个婚礼，也是我们第一次呢来参加教会的这个婚礼。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的好，能够带给大家的喜乐。也祝你们夫妇呢永浴爱河，谢谢谢谢谢谢你，梁兄，谢谢梁理事长，梁兄，台北市理事，大哥大嫂，看到你们今天真的很快乐啊、哦，相信大家看到，大家都很感动，来参加这样子你们的婚礼，当然我也要要在一下，大嫂，记得跟我们大哥讲一下。西在夫长哦，我的 Starbuck 但愿每一天每个时候你们都是很恩爱的，谢谢，愿你们信仰的主带给你们更大的更多的力量，谢谢，再次祝福你们，谢谢谢谢谢谢你，你的祝福好美。好，下一位，下一位，后面后面后面这位贵宾。啊，一凤，幽木，恭喜你们！啊、看到你们哦，感觉好棒，加油！快，你要加油了！好好好，好，恭喜你们，谢谢。哇，太棒了！对，子明，每个人都要分享。对，你们两个不讲很奇怪，哎，对不对？下一次搞不好就是你们两个啦。石大哥、夏妹妹，祝你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幸福到永久。谢谢谢谢，小谷嘞。好，下一位贵宾。石大哥、一凤姐，谢谢。今天献了我的第一次给你们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教堂参加，就是这个婚礼，感觉还蛮有感受的。那我恭喜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未来的日子都甜甜蜜蜜，不要忘了我们啦、啊！谢谢谢谢，今年的全运会啊啊，小谷啊付出很多了啊、哦，谢谢。施大哥，思维，一凤卷，很开心看到你们
第一次啊，第一次这样看到爵士山的山友这样做这样的婚礼，让我第一次看到你们这样做见证，希望我也会有这一天。哇，谢谢你，一定会。好，下一位，是大哥怡凤姐，那个就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婚礼，然后觉得很感人，然后你们有相同的信仰，相信上帝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就是保守你们平安幸福，然后就是永远都喜乐，上帝祝福你们。谢谢谢谢，太棒了，谢谢。你们工作人员不讲话实在不行哎，对。相处这么久，尤其是培心大可爱，哪一位工作人员是躲起来的？那小可爱不要躲，快点来一点祝福，给我们新人一点祝福。好，请说。培心，你没有感动吗？那你要加油啊，对不对？快点，工作人员要到前面。是大哥于凤姐，祝你们百年好合。然后艾美姐说早生贵子。没办法生的啦。好可爱，好，谢谢你的祝福。好，还有工作人员没有说到话的吗？千云，千云。易云跑哪里去了？他躲起来是不是？他在我旁边。易云，你不要躲。是，麦克风不会咬人啦。是大哥于凤姐，然后今天很开心参加你的婚礼，然后也非常的感动，然后祝福你们新婚快乐，天天开心，然后我爱你们。谢谢。哇，谢谢你很贴心的祝福。好，这几年在台北市协会啊，易云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其实我很感动啊，谢谢他。你看，以前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有这么坏人，你看，要把我轮椅的那个拉开来，不让我出去这样子。好了，那我想，我是负责来捣蛋的，好不好？刚刚为什么在结婚的时候没有人喊说等一下呢？对不对？对不对？要抢婚嘛？没有啦，我想我们很多朋友都一样。那这几年，我想施大哥的付出大家都看得到，我想神给他很大的力量。刚刚李天华大哥也说他改变很多，刚刚他讲过，其实我们之前是有恩怨的，我们之前是有恩怨的，但是我想神特别特别的恩待我们，就是让我们在经过了几年当中，大家都有一些改变，那也神也在各自身上有一些带领。那我想在这边，我想我再一次要谢谢施大哥。其实我虽然在他的手下做事，我是跑腿小弟嘛，他也很多的包容，因为我想我自己的个性啊跟他一样都算是很急的人，但是我想神在当中也带领我们，包括我们这几年协会的工作。当然怡凤姐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称呼她过，哦，都叫夏小姐，因为她一开始她以为我比她年轻很多，其实我没有比她年轻很多了。那我想祝他们，那你要看好她，哦，因为靠脸吃饭的人很危险，让人家了解吗？我都称呼施大哥为靠脸吃饭的，靠脸吃饭的，对对对，好，这样子，好，祝福你们，希望神恩待你们成立的家庭，谢谢，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易云是一个可以同甘苦共患难的人，是，真的是很感谢他，真的很感谢他，谢谢你。好，现场还有哪一位贵宾？我的女儿，我要介绍一下。哦，是你的女儿，我们欢迎她，欢迎她。她已经有男朋友，所以大家也没有什么机会了。哎，快点！要说什么？随便说说说一些祝福的话就可以。很开心你找到一个可以陪你走一辈子的人。啊，谢谢，谢谢，谢谢。女儿很撒娇哎，好，谢谢她。好，她的男朋友是吗？男朋友要不要讲一段？叔叔，恭喜你，还有怡凤阿姨，希望你们那个永远幸福下去。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好棒！好，现场还有哪一位贵宾没有表达的？还有吗？我在这边哈，
有一个我要特别感谢的，因为我这一辈我从信了主其实才是真正改变我的人生的。其实我受伤了之后其实我是自暴自弃的，一直那个脾气也都很不好，是后来他们带领我信了主之后我才生命改变。那其实他们也是我在神国里面属灵的父母，所以我要请安宁跟眼君来帮我讲一些祝福的话。我请重量级的贵宾请到现场来，但是他们两个都不老啦，没有很老。你代表吧。因为我以前住在淡水，要跑来一次教会，我坐的这个电动轮椅，你知道吗？要跑九十几分钟，将近一百分钟。那这个过程呢，眼君他都是一直陪伴着我，他是我75年在总统府宪兵营的同一个连的，他是副连长，我是辅导长，所以我们已经三十年的交情了。那他们今天带了我信主，那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们都录影啊，讲什么？对，这个祝福你们，对啊，在神国里面，对，永结同心啊，对，在协会里面为大家继续服务啊，感谢主。谢谢。哦，刚角林牧师有说我很感动，一直很想流泪哈，其实是为他们的生命力很感动，因为刚刚那个 DVD 是眼君在家里面做的嘛，那其实收集了很多两位的资料啊，怡凤的过去啊，其实在家里面看他做剪接的时候，打从心里面真的非常的佩服他们的生命力。我觉得那个才是我最感动的，好像看到人虽然好像有折损，但是因着基督的爱，就看到一个复活的生命，好像没有因为这个折损，好像自暴自弃，而是好像站起来去祝福很多的人。那这个其实庸牧在情感上面走得不是那么顺遂，但是我想真的在基督里面，我相信会不一样。在基督里面，我相信这个神所设立的婚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爱，不一样的能力，好，有真理在两位的当中，那我想这个婚姻跟过往一定是不一样的。我自己的婚姻也是在基督的里面蒙很大的祝福，好，我也要祝福庸牧跟这个怡凤也是在基督里面真的按着真理而行，就可以看到那个非常大很真实的爱跟祝福临到这个你们两位的里面。真的像怡凤这个受洗说的，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都在基督里面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彼此相爱的婚姻。好，祝福你们。谢谢属灵父母的祝福。讲得好，讲得好。谢谢你们。谢谢。好，还有要感谢的人吗？还有要感谢的，现场。为什么不见了呢？不见了。善权哦，看到了，善权。善权。上前是我们的区长啊，对不对？然后小组长呢？小组长，那个小组长，小P姐，小P。好。我来到就是新的牧区，然后认识庸牧哥的时候，我一直很佩服他，就像刚刚安宁姐所说的，他的生命力，我觉得他的生命力很感染我。我也觉得他在协会里面可以因着这样子跟着用他的生命力去帮助更多人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带着非常大大的祝福，希望他可以透过好像上帝给他们婚姻的祝福，让他们可以去祝福更多的人。真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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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雅慧要吗？雅慧，雅慧你的祝福。我要祝福那个庸牧，很开心啊，穿得那么帅，好像认识那个庸牧，好像就是 baby 的 face 都没有变过，然后觉得就是从来都没有变过。小P要站近一点了，小P。然后都没有变过，然后我看到就是知道说庸牧他其实很有才华，然后就是对什么做什么事情都很热心。然后包括他在我们的小组的里面，他都很尽心尽力，包括就是扶持很多的人。哦，当初我的老公要认识上帝的时候，也是他一直不断的叩我们家的门，然后我老公才信主。
很谢谢他，就是非常的用心，然后就是对人那个不放弃。那我觉得就是他那颗心就是很真诚。我相信说他当初在追求那个怡凤的时候也是这样，其实他对人都是带着一颗很真诚的心。我觉得怡凤真的很幸福啦，可以就是上帝好像在这一个中间做了一个桥梁，使你们好像真的可以在这个婚姻的里面去祝福更多的人。对，我很祝福你们，就是在你们的每一个好像在高山或低谷的里面，都可以看见说你们真的很愿意就是祝福别人。嘿，谢谢谢谢。哇，太感谢了。好，那我们呢换我，我讲话讲不完。我认识勇武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因为呢我们教会实在太大太大，人太多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常常呢就没有在同区，然后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同区嘛，后来我们就分区了，所以就越来越远，倒不是说就是什么没有什么话题，而是说我们的事情都太多，那他也忙他的了，我也忙我的了，那我们就比较没有交集。那我们有几个事工的交集呢才会在一起。那认识幽木很久了，很欣赏幽木，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幽木帮助我们，因为他的生命故事嘛，他经过人生最大的痛最大的难处，从死到活，那所以呢他的话呢每一句都很有震撼力啊，给我们这一些呢凡夫俗子，跟我们这一些什么家庭的那个欧巴桑啊，我们只会在厨房里面煮饭的，很有建设性。我记得我带他请他来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小组那几个欧巴桑就是拉着他呀不断的分享啊，什么话也都问啊问啊问啊，他给我们一些很好的眼光，然后很好的见地啊，使我们应该是说里面很大的扩张，就祝福他在新的里程里面，也在这个大家庭里面，越来越好，谢谢，越来越棒。不要忙太多，忙外面的事业，他的事业很大，忙很宽很广。那也祝福他在用这个时间呢，祝福各位，就是祝福各位残障的朋友，就是从这个婚礼里面，不只是感受到说。哎，怎么会有一群人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怎么会有一个好像单位吗，怎么会在做这样子的事情，而是这个是一个大家庭，是属于大家的。好，这个大家庭里面呢有很好的父母，然后有很好的兄弟姐妹，虽然大家都很年轻啦，对不对，父母不老嘛，那也希望这个很好的父母，很好的支持团体，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把这样子的很好的东西呢带给大家。那所以呢现在呢我要邀请所有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当中，也来到我们贵宾的当中，我们一起有一个祝福的祷告。好，请所有的工作人员，你有什么需求可以帮请對對對跟那个帮你祷告的人讲。我有一个那个小礼物包，那里面会有一些问卷，好，会有一些你们需要带祷的事项，你可以勾选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到了，我们要结束了。因为累了。我们从早上都没有吃饭。好，好好好。好了。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对。对，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我们工作人员在我们的特别的贵宾的旁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那如果有需要的话，等一下跟工作人员说，我们在个别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要用这个时间里面，主要使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因着这个祝福的时间，主谢谢你，主要祝福临到怡凤，祝福临到幽木，祝福也临到每一个来到现场的贵宾。你与我们同在，幸福就临到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恩典就临到我们；你与我们同在，祝福就临到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我们就有力量，就有力气，就有气息往前走每一步。谢谢你祝福我们的道路，因为你是光，因为你是灯，你引领每一个贵宾，引领着怡凤，引领着幽木的步伐，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同身在你的面前，靠的是耶稣的宝贵圣名，
阿门。好，我们的新人可以呢。